直击亮绝五台山拦截鹰的真容，美艳不可方物。老照片见证玄机，拦截鹰1963年4月27日出生在香港，1984年从香港无线艺员培训班毕业，首部作品是与梁朝伟合作的《家有娇妻》。拦截鹰年轻时美的娇俏灵动，被赞能亮绝五台山，他身上有一股清新的气质，能让你想亲近和共事的感觉。拦截鹰最喜欢的颜色是紫色、白色、蓝色，如同他的气质，可以如紫色一样高贵华美，也可以如白色一样纯洁清透，还可以如蓝色一样宁静悠然。现在来一组亮绝五台山拦截鹰珍藏的照片，你被惊艳到了吗？拦截鹰既聪明又美丽，看起来非常有灵气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最令人难忘。拦截鹰是唐伯虎点秋香里惊鸿一瞥的唐熙，也是观众心中永恒经典大话西游里桃花过处寸草不生的春三十娘。他塑造的每一个经典人物令人惊艳。拦截鹰前半生是荧屏上最耀眼的那颗星，后半生却低微到尘埃里。人们常评论说他长相太美，惊为天人，一颦一笑娇媚生姿。他性格尖锐，恃才傲物，清高自虚，不肯圆滑世故一些。即便他的风华不在，但他曾经的亮影风情已经留在了众多影像作品中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